婚姻观未少所在，交通资源拢相当不足。事业有成，热心公益企业家李福田发心关注婚姻观社福单位两台交通车，唔那提升社工人员伫服务过程接送便利，经专工将其中一台车的驾驶座改装，方便身心障碍朋友使用。另外，来自桃园市的特勤主神金辉，唔那定定来到婚姻送白米关怀弱势，即届嘛捐赠一台老人福利专车给关府，希望会当替婚姻的社会福利尽一点心力。婚姻馆目前有50000多名身心障碍者，不过因为馆内交通不方便，对因还有服务的社工人员来讲，交通车是非常需要的资源。因此，都伫地方民意代表走动之下，出心有心的企业家特别捐两台交通车，和社会福利团体、朋友馆长张立新代表受证。李董事长的善心哦，真的是值得我们称赞的哈。尤其是在就医的部分哈，让他们能够透过这两部的这个交通车啊，让我们的会友能够顺利的再送他们到医院来就诊来看病。那我相信这是我们一定会好好的充分运用这两部车子。他这一种善举也希望说能够引发社会各界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让社会需要帮助的人能够得到适度的帮助。一台交通车除了提升社工在服务过程接送的便利，另外一台还特别为身障驾驶去改装。我们往下它是加油，往前推是刹车，对，那这边有一个辅助器，所以它单手它就可以操纵这个方向盘了，对，所以它不需要脚不方便的人，它不需要用脚去操纵它。很多都是政府没有办法照顾到的，那我们民间我有看到的这些需求，我也是能力所及做得到的，我就去做这些方面的一些捐赠。同样这么有心的，还有来自桃园的特勤慈善基金会，不过过去常常来到婚姻关心弱势，今天也捐一台老人福利专车给管户。在越弱势的地方，我们就越需要走进去，所以在这一点呢，我再次的谢谢我们的张县长呢，提供这个平台给我们。无论是我们现在的日间照护啦，或是长青食堂啦，那只要有需要这部车子的，那我们呢提供需求，那提供申请，我们就会随时来协助。除了社会各界做伙甲管户关心老大人甲心脏病友的生活福利，馆长张立新代表受惠的乡亲向大家表达谢意，嘛期待这份爱心会当影响更加侪人关心偏乡的困境。记者陈伟，从不多。